好教育启动开源经济，这也是我们今年大会的一个主题。第二届 Make Fair Thailand 2015伫成功大学成大举行，今年参与展览的报名人数增加，包含来自日本的5个团队，超过150个摊位，创客族群举办14项竞赛活动，和民众做伙参与，借着竞赛的趣味，带动民众亲自做机器人、自助车、无人机、船等工具，落实 DIY 动手做的烹饪教育目的。先感谢成功大学的帮忙啊，举办啊这么有意义的这个活动，对整个城市的发展其实也功不可没啊。尤其是去年、今年都举办，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举办。那、也感谢蔡政委在公务繁忙之际，特别来到台南给我们加油啊。希望今天的活动顺利圆满成功，谢谢大家。那么这是我们第二次主办，那么我要特别感谢很多共同主办的单位。包含我们区域的大学、工研院，还有几个单位，那么还有赞助单位，那么我希望这两天的活动呢，可以把创意跟学校、跟城市做一些连结。那么我预祝这两天活动成功顺利。